抗日篇，写信山谷，北印2001 _ 谈中共八路军与日军在山谷中多次交战的情形 _ 农村女子遭到日军奸污，全家甚他，后来与亲人相会，后来又遇日军追来，不愿被奸污而跳断崖自尽护送队，终于完成任务，但只剩几个人。心得领悟，人生之苦，八大苦，类似此，须有带路人，众生需要天命名师一指点，找到灵性出入的正门真明路，将来寿终才能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。所以说求道能离苦得乐，因为有带路人护送队才能走出山谷。从山西往陕西延安的途中，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。https://www.youtube.com 抗日篇确信山谷北影2001 _ 谈中共八路军与日军在山谷中多次交战的情形 _ 农村女子遭到日军奸污，全家甚他，后来与亲人相会，后来又遇日军追来，不愿被奸污而跳断崖自尽护送队，终于完成任务，但只剩几个人。心得领悟，人生之苦，八大苦，类似此，须有带路人，众生需要天命名师一指点，找到灵性出入的正门真明路，将来寿终才能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。所以说求道能离苦得乐，因为有带路人护送队才能走出山谷。从山西往陕西延安的途中，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。https://www.youtube.com 抗日篇确信山谷北影2001 _ 谈中共八路军与日军在山谷中多次交战的情形 _ 农村女子遭到日军奸污，全家剩他，后来与亲人相会，后来又遇日军追来，不愿被奸污而跳断崖自尽护送队，终于完成任务，但只剩几个人。心得领悟，人生之苦，八大苦，类似此，须有带路人，众生需要天命名师一指点，找到灵性出入的正门真明路，将来寿终才能超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。所以说求道能离苦得乐，因为有带路人护送队才能走出山谷。从山西往陕西延安的途中，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。https://www.youtube.com